换你们唱吗？会唱吗？可以交给你们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还是不行？可以哦，给你们唱吗？后面的还是唱成搭搭，后面是哦，歌词不可以这样做哦。基本上小情歌应该是应该家喻户晓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些蛮熟悉观众的面孔，你们听这个讲过好几次还是会笑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可以再试一次把那个尾奏唱对吗？好不好？音乐教室，我先示范一次，来，要学起来哦，好不好？五月。
是哒哒。下一句哒哒，我切分。就把自己幻想成是费玉清小哥就可以，就可以了。啊，可以全场大合唱这六个音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来，啊，第二句要切分哦。